又到十月，大家最期待的海洋公园 Halloween 就到了。今年的主题是鬼校轮回，我由小到大都觉得校园鬼故就最恐怖的了，大家快点陪我一起挑战胆量吧。这间荒废多年的校舍阴风阵阵，还成日有怪声，令人不寒而栗。穿过这条阴暗走廊，还会见到恐怖凶灵现身。到底这间学校发生过什么事呢？原来这间这么阴森的学校竟然是通往地狱之门，很多怨气极重的凶灵一路徘徊，找凡人陪葬，大家来到要小心了。传闻说鬼校后面这片树海有个日式村庄住满百鬼妖民，成日潜伏突袭，很多人都在这里神秘失踪。入到咒偶二的片场，记得不要乱掂啲道具和服装啊，小心被阴魂不散的女演员看中你仲去拍档。108实验室的恐怖实验令人类存亡之战一触即发，阻不阻止到就要看你本事了。来到二度空间，不小心走进入二世界，记得不要乱走，因住困在入面出不回来啊。行完鬼屋走出来，就遇到夺命选美苏，你看他们个个都这么漂亮，不知道哪个会赢呢？还有其他游魂野鬼表演，个个都这么精彩，提提你们啊，见到魔间女王记得要行礼啊。想影靓相，就要鼓起勇气嚟怨灵校巴站同暗黑嘉年华打卡啦。嚟到哈罗威又点少得游戏摊位呢？玩游戏就可以赢到万圣节限定造型公仔啦！等我大显身手，带晒啲奖品翻屋企先。仲有 trick or treat 开心派对，俾大家玩游戏，睇下我拎到几多糖。玩到攰就是时候医下肚啦！这个怨灵鬼校游学团便当用了不同的时令食材造型，精致又好吃，还有各款打卡一流的古灵精怪甜品和特饮添啊！想玩得更加投入，就梗系要入手一系列哈罗威主题精品啦！你看看这个南瓜头箍和发光泡泡枪几靓几应节，今个 Halloween 一于带埋你的朋友来到海洋公园，展开这场惊栗冒险之旅啦！跟住嗌到声生。